日前 Angelababy 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一条电视剧《风起陇西》的官方微博消息，并为此配文：神人手中子，扮作一奇人，在下柳英，今日入局。随后杨颖工作室也转发并且公开了 Angelababy 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名：莫问前路何处，入局方可破局，恭迎柳莹姑娘。《风起陇西》是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之后，也是以历史小说为依据进行演绎。从演员表的方位上来看， Angelababy 是作为女一号出演的，搭档聂远、常远、孙怡等人。如今 Baby 的演技已经提升，此前有很精彩的表演也打破了一些质疑。这一次杨颖担当《风起陇西》的女主角也让人十分的期待。杨颖的古装造型向来是值得期待的，《风起陇西》阵容刚刚官宣就已备受瞩目，期待早日能与观众见面，也期待演员杨颖的精彩表现。